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身传遍天人心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各位各世家中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，咱的各位每个人累劫所结的冤亲债主，中华民族15,615世，列祖列宗，先贤朱冠宁；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朱冠宁；和咱中华民族3,762次大小战争朱冠宁；世界789次大小战争朱冠宁；十方法界3界万灵上顶。阿弥陀佛！啊，咱最后一节继续来讲解着金刚经。啊，东西六南北上下，要咱徛的所在，啊，有不可数量的世界，有不可数量诸佛菩萨甲众生。啊，所以咱。来到世间来，咱一定要谦虚。咱所在拢是有限，我都完全中了解。那最近呢，啊，我都因为啊出去真够老火啊。老火呢，咱的医师也好意见讲啊，要牙尖刷，哈、啊，逐天认真切。谢谢的好啊。那么要有咱一位黄医师咧，伊也靠医生兼修这个中医。啊，要有伊嘛，因为一处的灾难咧，啊，那么也没无救，啊，佛菩萨甲救起来，救起来以后咧，一开始耳腔会眼痛，我都听到人来骂。诶，跳动的情形，啊，进入了咱每个人病者、患者，伊身躯上伊的病根在哪里？啊，伊就讲个这个杨医师啊，伊讲师傅啊，你药剂不卖贵，啊，所以你的药剂啊，气血不顺，啊，才造成的你的喙齿咧，吼、啊，真熬药咯。内底金白金，我请问我要安怎呢？啊，这个黄医师啊，啊师傅，安尼我开药啊，给你，伊毛着中医师的牌。伊讲我开药给你，伊嘛是一面中医，一面是这个医科呢。啊，那伊去研究着咱人身躯内底奇经八脉，啊奇奇怪怪的经络。啊，那么咋咋的咧？伊讲啊，我开2行药啊，啊，几包药给你吃，吃吃咧，啊，你都喙齿会特别流出来啊。啊，真正开6包的药啊咧，我啊，这叫做中药粉，
啊，食食了咧，即四五天来，吼、哦、都无咧，喙齿都无咧个流啊。啊，喙齿的根内底咧，已经熬酸的时，就开始较袂酸啊。啊，昨暗咧，啊，我就去，我去甲看，伫咱台中道场举行第一场的音乐会后咧，我就过去看这位黄医师咧，过去要赞美好看咧。伊讲啊，师傅啊，你安尼，喙齿咧已经就开始较沉落啊，吼、哦，较袂遐浮啊，啊、哦，而且咧，还是肾水还无够。我嘿，我二六年前有治啊，害气，遐么死气以后，哦，我甲你发一个愿，哦，发一个愿来佛祖台湾祖师的慈悲甲伟大，哦，甲观世音菩萨慈悲啊，啊，就去救度我，好我有机会重生。那么我的。开始咧救祖师啊，一时啊病甲上严重。祖师诶，伊会慈悲，把你啊发愿。我毋知第几下发愿咧，讲我病若好以后咧，我要五个来感谢。哦，咱都感觉都安尼真好啊，毋先是慈悲诶，明白咧？啊，那么。祖师啊，照着谢老师的嘴啊，伊讲你干呐发愿五个要换一条命较俗哦。所以咱真侪人，啊，拢来求神求佛的时，求神明，求求一大片，然后咧，好，我要创啥五个来答谢，有够寒酸呢。真的，要哪有可能满月愿呢？无可能代志。回想到民国75、76年的时，77年，啊，咱一位先生伫丰原，伊都拢爱签大家乐，啊，输800多万，啊，去红酒，厝贷款无大行，迄就是贪嘛。未记咧，咱来世间有陷阱啊，伊就是要读金刚经，要回想金刚经所佛所开示啊。伊讲老师啊，拜托啦。我逐日买个博啦，啊！我呐，花赢到倒来，行煞我逐日买博，我一定要甲老祖搭下挂一滴金牌，金牌是不是五分的吼？嘿，当时一滴金牌呢，五分的差不多450万的尔，伊要赢800多万，啊，450块，你怎么搞准过？我们换你，你甲斗三公报我明白，我着1000万，我10万多啊，剩的990万拢给你。老师，我无法的啦，我你就是贪心无底，未记你来到世间是要创啥？拢安尼想，一定要爱安尼尔，唔知好报死。你台湾祖师，甲笑讲你安尼，五个都要换一条命。哦，迄阵见笑到要死了，就见笑。迄阵我要修行嘛，我唔知啊嘛。然后到个电视，到个球，啊球球下较大弯，我就底下心内个想，啊祖师啊，佛祖啊，天公啊。哦，我足艰苦啦，请你救我，给我机会，有贵人啦，有天意啦。哦，那好的时，我要10万块来到祈庙啦。我想这些时阵可能稳的安尼。好几摆咧，点么些咧，一下咧，做书又开始啊。我无要祈庙，10万块我无欠。哇、哦，我想用财师安尼做化验。啊！做师公伊无要起庙啦，迄阵咱毋知要安怎就好啊。所以讲伊愿大力大，无相不思，无畏思，
啊，免惊死啦，先我才讲啦。阮遐大大，遐大大咧，哦，过几摆死啊！观世音菩萨，哇，观世音菩萨来讲，对啦，这是本愿，这是本来家己是天上未来世间的愿，好多本愿。迄个时阵我慢慢，我继续咧修行念佛，认真念佛，所以我病足严重诶。啊，念三四个月就啊念好去，才有机会去重生。啊，即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甲各位结一善缘，叫做法的布施。那么在经过过程呢，那么爱无常的布施。所以各位同修，咱为心地主，恁阿伯拢是人间的导师。人问你，卖讲你着像一般的朋友。目睭金壳壳，金钱摆大生，问一个挂都爱几千块，看一个厝在成几万块，安一个身都偌济，啊！你去因家坐一年，开开的介绍，开开四五十万，本身生活就起困难啊，要有啥四五十万，惊着，所以我才决定成立一间大学，啊，培养咱大家个人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。然后帮助他人，安尼呢，咱就真真正正有法达到一个无相布施、无相的布施。安尼无相布施，我家己去，阮家我事业先个过好，卖好败落，卖去拖累到别人。以后呢，你就是无相的布施啊嘛，真简单的道理。所以。比如先师王禅老祖是当今十一世纪，啊，传这个佛法，传这个妙法、道法甲真理，啊，讲咱讲爱当下立足，咱得做啥，咱爱做啥做，尽本分就对。这嘛是一个无常的布施，咱做妈妈的，大家拢是无常的布施，咱做爸爸的。嘛是无常的布施，无相的布施。咱也希望辛辛苦苦赚的钱，当个是囝，是母囝。啊，做妈妈的，咱辛辛苦苦的，囝是要大汉，卖变社会的败类。这拢是无相、无相的布施，这是菩萨啦。所以各位，咱来看经文。哦，世尊，须菩提。好、哦，菩萨无住相布施，福德也福如是啊！好、哦，不可思量。各位，无住相的布施，就是尽本分。做人就做人的本分做好。咱既然这好福分啊，咱对天上世界佛一直谆谆教诲，教咱。啊！一天叮咛讲，恁来到世间来，爱做无住相布施，哈、啊！大家尽本分，要用你所投胎的身体来为大众服务，为人服务。啊！纯纯的教诲，甲恁讲，所以咱来到世间呢，十个十个拢是伫做无住相的布施。但是十个其中有一挂呢，真不幸，因为伊无了解到佛法真理，无了解到咱灵魂是安尼要来世间要投胎，无了解，才会造成着我抢你夹，我夺你拍，大家抢来抢去，不管社会乱去。尤其咱真济有读册的，受过国家的教育、高等教育的。阿公一挂五四三无智慧的话语，来伤害着整个社会，这不是对菩萨遐赖，还已经涉足一年啦，涉对地界界魔界，充满着一个恨怨，来到世间出世投胎以后，伊的脑海内报复、报仇、报复、报仇，不愿怨恨。安尼拢来，哦，这都是咱
来到世间，咱未记哩着自我，我是安怎来？所以咱佛家吼、哦、有一个名语讲：，要未来世间以前，我是啥人？来到世间以后，现在我又是啥人？死了以后，我又是啥人？哎，这是真深的禅语哦。也是各位，咱来这三句咧，咱来时时挂咧，随地念。要未出世以前，我是啥人？啊，出世以后，我又是啥人？那么我死了以后，我又是啥人？若是一个人在糊涂，要去做歹代志，咱会当将这三个名言时时挂伫嘴的时，你的信心、你的万道心、不满的心的念头，咱一定会就安尼放下，开始转化为菩提，顿悟菩提之大道啊！所以各位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平常时都爱多听咱的宗教各山头的大师因的开示。那么当下咧，咱国家甲宗教台啦，拢摆在100台以后。啊，未来咧，咱吼微信中，咱嘛会成立一个微信电视台，咱嘛是要做弘法利生，中华文化道统在台湾要发扬，咱嘛会成立一个电视台，嘛来24小时播出到。啊，各种的妙法，来让大家了解到每个人本身是安怎来，这拢是无数上的布施。所以咱的世尊，世间上尊贵的，都是觉者爱心。所以世尊不是讲干那释迦牟尼佛一个尔，凡是伫世间有开悟的人，拢是世上上尊贵的，因为伊会当上通天界，下达地狱，入于世间，徛伫世间，说出生生不息、不生不灭的大道真理，予咱人知，予咱人做一个依归，做一个依偎的事啊。这拢是无自上布施，但是自古以来有几个哈伫世间，我都安尼呢。啊，各有各有的宗教信仰，无同款的神圣，但是拢不离开一个心，也不离开着《金刚经》。《金刚经》伊毋是讲某某人尔，《金刚经》是讲所有的伫天上、天下、地下。地界所有的人众生心灵迄个金刚宝照的自性的灵魂，即使咱对落黑暗的地界，伊是爬袂起来，内底嘛也有一个咱的良心存在。啊，这拢是金刚经甲咱开示的真理。所以，咱啊经中啊咧讲啊，无自性布施啊。菩萨是啥？就是无自性布施的，拢是菩萨。那么咱在座的所有的十方善知识妈妈，咱伫厝辛辛苦苦要甲囝饲大汉，嘛是无自性的妈妈，就是菩萨了啦。所以人问讲啥菩萨？无自性菩萨，啥无自性菩萨？啊！你要创啥哦？啊，对呀，去啦！趁钱伫迄条路去，迄个时阵你就无自相的、无自相的菩萨啦。啊，变数你倒去哦？你啊对呀，哦，我直直加，啊，哦，加阮18万吼，哦，过一万，过一万，啊，过一万，过一万，
伊讲你不管你讲几万甲几万啦，迄个时阵你就无自相菩萨。啊，那拐个弯抹个角，反正你都甲你讲，你实在讲讲啊，你就无自相，你就菩萨啦。啊，菩萨甲指明路呢。所以咱在座各位，咱世间大家拢菩萨，所以爱互相相尊敬啦，就是安尼尔。大家拢菩萨的转世嘛，那么你何必要我一定讲哦？我不高兴，我就把你怎么样？这拢是错过去啊。那么菩萨，你那菩萨的时，那么你就无自相，大家互相相调和，互相相关怀。这拢是无自相的菩萨，咱的教育家，所有的老师们，这样辛辛苦苦，怕咱考试考袂到，怕咱未来前途无好，怕咱这个学生囡仔呢未来吼、哦、社会无出团，这拢是菩萨嘛？老师就是菩萨啦、啊，无自相菩萨啦、啊，在道家内叫做真人啊，真真正正的人啊，或者真人啊。啊，今年就是实实在在去做事嘛。所以天下间所有老师拢是真人啊，真正人诶，唔假人诶，真人嘛，都是菩萨嘛。哦，所以各位啊，金刚经甲咱开始，咱爱去悟，爱去甲拆开，用伫当下世间你生活嘛好，或者你这里。做人有一件代志嘛好，咱爱大公无私，咱食头路诶，尽本分食头路。咱了了真够计，甲头家计较，我甲头家趁遮侪钱是安怎？想讲你甲头家趁遮侪钱，那无头家原来资产开遐侪钱，用遐大精神，生生世世诶福报留落来，无这个基础，才互你转这个法轮。和你表现，什么你甲头家赚遮侪钱，无智慧啊，众生诶！哦，你爱，这是我应该，哦，我得到头家不该花花，我该做我做，我尽能力，哦，你这里足简单诶，思考空间尔嘛，这里都菩萨啊嘛，所以咱真侪信众大德来咧，甲咱怨叹讲头家薪水伤少，害安着足侪拢安尼。我请问你家公司赚偌济钱算矮？我说，请问你讲，这无得应啊！这个是自相，即相根本都无一点智慧，所以咱无自相菩萨就是菩萨啦。咱做员工认真去员工做好，做头家认真接工课，互员工做。赚到的是共同的功德，啊有赚钱公司，才有得继续支持落，才有得继续维持。那无两礼拜、一年换是四个头家，要等过年要早早嘞。哦，所以各位，咱以金刚经甲咱开始的无自相，都是菩萨。咱若了解以后咧，我相信各位恁出去啊。哈、哦，经过人生的过，会继续踏实诶，哈、哦，继续心安够自在，这也是叫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阿弥陀佛。